这东西涮火锅才好吃啊。上次人家给我一袋。嗯。你能不能拿回去？我给你拿一袋吧。我给你拿一袋，你回去吃。真的给你送走送走。你父母身体都行，还上班呢？没有，退休了。对，早退。然后那个，你爸妈原来在哪上班？什么呀？嗯，我妈在。